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个视频能让你感觉你的房间正在消失和融化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如标题所见，这期视频是一个幻象挑战。如果你能坚持到最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房间和视线所及的一切都在融化和消失。可能有的人不信，但看到最后你就明白了。在挑战开始之前，只有 6% 的人能在3秒内点赞和关注。你是这 6% 吗？那么第一关，3、2、1。首先两个这张图可以看到都是由线条组成，但其实里面隐藏着一种动物，你能看见它吗？如果看不见，可以试着摇摇头，试试看能不能让它显现出来。如果看见了，可以评论告诉大家。好的，公布答案，图中隐藏的其实是一只猩猩，你答对了吗？可以看到屏幕上有几只可爱的小猫，但它们同样隐藏着一个信息，答案是一个英文单词，看看有没有厉害的观众能抢先答对。其实如果眯眼去看，就能很轻易的看见它们组成的单词是 hello， 你答对了吗？接下来是能让你的房间消失融化的第二关，请做好准备，请盯着屏幕中心不要眨眼，然后坚持20秒。好了，现在看一下你的周围看到了什么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大家，也欢迎科普君为大家科普其中的原理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